可爱人生要如何拉开序幕？哦，谁说女孩不可以拥有仗剑江湖梦？滑雪运动员训练的黄金年龄趋于低龄化。谁说年龄是奔向热爱的桎梏枷锁？我已经步入正轨，时间安排会越来越紧张。谁说最好的工作不该是心之所向？也许你会问，我可以吗？结账。怀疑是否要与赤诚的自己为敌？年龄是否会阻挡追求生而未盈？盲从是否能看得见顶峰的彩虹？但是人生重要的是奔向顶峰吗？不，重要的是面对自己，敢于坠入未知的风景，去尝试。让我们即刻启程，步履不停。去尝试，让我们满怀热爱奔赴山海。最可爱的是忘掉规则抵达另一处巍峨，最可爱的是不留遗憾实现生命的绚烂。最可爱的是拒绝定义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敢尝试，去感受人间的碧海旭日；敢尝试，为自由的航行插上旗帜；敢尝试，最美好的答案都在路上。前行的人，自有高光。敢尝试，多可爱！